怀疑。出现的收敛，自觉遁入假面，默契在之前，错一年前，从来没有说过我叫胡磊。谢谢。信念，水晶球的预言，上帝在手间，机会留下深渊，光阴在侧脸，一双眼，期待命运逆转局面。还不相信我吗？让我们从头开始。我怎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我都查过了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有点担心你啊。快点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大人，我看不见你，你住楼上，厕所在哪里？你当时在台时，是不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啊？我没有啥，你信吗？信，我可不行。为什么？喜欢感觉。光阴在侧脸，一双眼，期待命运逆转局面。探长张斌，雷小姐，请聊一聊我手中蒙钻完的案子。沈小姐，就应该是这样，不是？陆云小姐，回警察听我的话。不行，我会跟现在啊，还把我给救了。凑巧路过，你不会是跟踪的吧？我有骗子，我以前假设你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，现在你把我一个杀人犯。那你会去抓凶手啊？这件事真的有我在，我什么都不会。警方放下了案子，马上给我结了。你的手眼真温暖。别让那个兜部长找到咱们。明白。你到底想怎么？我无语你。希望你识时务，我们大概也能成为朋友。我虽然也看似很了解，其实还差点。是吗？说。